大家好，周梦，小哥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，大家好。周梦，哎，最近那个美国那个囡仔，少年的，林书豪打篮球真厉害呢。对啊。啊，你有看不？我知啊。你有看比赛？伊打球哪有这个成绩？你都了解吼。伊哦，伊哦，训练家己，吼。伊有讲一句话吼。伊讲打篮球耍了后吼，伊咪要去做魔术无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这个囡仔就是呢，魔术心。咱打篮球吼，许悬甲大，许乌人规大摊吼，拢家己争取家己的分数，对不对？伊唔是啊，伊两年呢，坐冷盘，踮咧边啊，唔可以去甲人比赛嘛，对不对？伊就有哪踮遐坐。有哪样研究，用头脑去落去研究，要安怎？迄款的，家己要安怎拍？不同安尼，要安怎帮助家己的迄个队友吼？甲帮助互伊去拍，无私心啦。张刚讲一句话呢，做代志认真，有理性。即卖咱台湾的少年家，大家拢有即款的想法，就是。要安怎来服务？这个精神就是，莫有家己啊！哦，我听你讲，学是不是学的学嘛？对不对？哦，伊就是安尼来训练家己自己啊！哦，啊，会用算研究，哦，伊个算甲你想看卖？哦，迄我你看吼，迄不要容易，在美国的吧，连国会甲总统的嘛，美国人唔捌拄到这款的人啊！这就是呢，一个人伟大的所在呢。咱大家少年家吼，应该都学习啦。啊，总统，你少年时阵，你先这么老着，有拍篮球无？有啊，我都拍差不多一年的篮球吼，啊，一年差不多一年的迄落棒球吼，啊，过来三年的迄落剑道啦吼，运动我拢差不多有，以外还佫有画图啦。差一点都要做画图家，是画图家，敢那未出新吼，无法度要来拼的，较认真的吼，吼，读较悬的学校较困难来拼。所以你讲篮球我有拍，我知影，所以要安怎拍迄款的，啊，棒球我嘛有拍过，所以有迄个经验。啊，总统，民进党迄个败选的检讨报告已经出来啊，吼，迄个初稿已经出来啊。啊，你看这几天报告？我无看到呢。嘿，啊，报纸这几天拢有报啦，啊嘛，有人在边。咁有拢报出来？有啦，伊主要是讲最后迄两三礼拜啊，迄个对中国的迄个经济向后发生效果，所以才会输这多安尼。对这个民进党吼，要来。为了这个选举吼，要来做检讨，我看是真好啦吼。但是选举吼会赢会输吼，这我看呢，唔是讲安尼简单呢，讲一寡理由吼，啊来迄款呢，这理由可能真济啦，我无爱讲较好势吼。伊有检讨，啊都真好啦吼。啊理由对唔对，我是要讲，我无法度讲吼。啊，美国有。开放进口这个问题，你安怎看法？这都已经啊、哦，这个说三八精哈、哦，这对身体无好啊，各方面都应该会影响人的身体。各方面已经大家真了解啊，真了解的时候呢，你都要做政治吼，敢、哦、那这个政治的力量吼。哦扑落去啊，是惊的。人家要求啊，都往安尼讲要进口吼，这点我无讲真同意啦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老百姓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啊，对方啊，一定讲叫你倒买，啊，你就该发帕拉片，就该讲一个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甲讲我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吼、哦，啊，我应该为了台湾的老百姓健康。各项我应该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代志本身呢，咱过来再进一步来讨论看卖，吼、哦，用安尼来处理吼、哦，
台湾的老百姓吼、哦、较幸福啦。即我咧感觉吼，政治家吼、哦，唔通讲随便来妥协落去。你若妥协，就变迄个拄仔你讲拍篮球的林先生，迄款的人就无法度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有伊个坚定的态度、甲想法，吼、哦，逐项拢准备好势，安尼来才有法度。为了国家哦，领导者最重要，我定常你讲嘛，唔是讲干台湾啦、啊，日本嘛是同款啊，哦，其他国家嘛是同款啊。究竟你有国家的观念无？老百姓你有关心无？这个最重要的代志，我是安尼，啊，要做领导者，唔通袂记个老百姓，唔通过袂记个家己的国家是啥人，应该着好好为了家己国家老百姓拍拼，这是我爱讲的话。总统，你有介意凤飞飞无？啊，你敢有介意凤飞飞？凤飞飞，秀歌，那个歌，我唔知哈，拍摄。阿健，阿健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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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代志啊，吼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对对对，谢谢。